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初步判断就是说，以过桥和过海为第一的战术。这个位置观察一下，两边都是沿着马路来分布的。马东锡昨天上场啊，今天也上场，那也是这个这把调比较早了。CDG 和巨幅这里也是有一些碰撞，距离很近。刚刚看他数据就马上被打回来了。哦，CDG 这个背镜好像都不咋地啊，这起步三倍，打这个距离。哎呀，直接过去移。是，这还不如拉近距离打。哎呀，这里有个坦克，完了，CDG 看似是完全包围了巨幅，但是由于过点的缘故啊，他们掉人掉的还是比较多的。正面两个人已经全掉了，只剩背后的 CDG 了。找个船，然后上个岛，然后最后看能不能混个排名分吧。CG 现在在这个出现边缘是非常危险。有一技，就是直接拿船走这个机场走南部。如果圈型是机场圈的话，真的还可以混混啊！这就在这种时候都还要让王嫂嫂倒一下。已经是我觉得比较高了。哎呦，这里天霸也是有前期减员的情况，天霸跟悟空也是个遭遇战。这七幺也哇，被悟看空到了。一瞬间。将天霸的后点两个人给拔掉了，那天霸也是跟陷入跟刚才 CDG 一样的境况，而现在他跟 CDG 不同的是，CDG 至少还能过得了桥，那天霸现在连是的，排排坐吃果果。这个车技，过去了，比上次的坦克开得稍微好一点聪聪过不去了啊，聪聪也。啊，天奴这样一下子就可以拿到非常好的顺位，他关键是带了四辆车过来，对吧？现在你是爷对，中爷。就看他的这个停的那个位置，只要没有什么危险就行。这什么意思？RBS 还要追？看 RBS 追过去了啊！我去年克里山那个战斗，DT 跟 TMA 这里倒两个，位上来讲的话，TMA 好像稍微好一点点，而且人是有机会能复活。但这波接触，哦，正好是打了个 timing，差点这躲过 timing 他。侠是真的多啊！Cobra 王子，对方还有一个人是在原点，要不要考虑先扶一下人？先扶人。队友再帮他架一下。这个 F 要在渔村。哦，一颗雷炸到 VIP，外围包围，树旁边就有一个，没听到。哦吼，果然被逮到了。一点血，但后边被闪，哇！吃了满闪。是的，这个闪很关键。没这这个个天霉，闪，是的，没这个闪的话，我感觉就 DT 要出大事。天霉是机场的原住民啊，他这样被 DT 拿了最好的位置，他肯定是心态上面有很大的影响。最后一次雅血也典没没摁能住，摁住，悲剧了。一颗雷炸残，这还有一点发挥空间啊，刚好一个过点，拿分。这个时一候，打对一。于两支队伍来讲，都是两败俱伤。嗯哼，一个，这个木屋，你少于三个人是势必要考虑去防守。这个身位漏太多哇，了无人啊！生还，他是不是？哦，有可能他觉得许晨第一个，难切。这你说他完美互肥吧？但是他是在圈里耶，他这个位置本身还不错的，不所过，以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看到这个信息。说实话，是有个人在捕鱼。哎呦，这对 PCL 来讲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信息。但这个人他可能本身他也会受到，比如说像悟空的一些骚扰，但是 PCL 肯定是最惨的。萨萨打了匆匆，这里好像是并不是因为掉线故意击倒，好像是在走到队友的枪线下面，因为看他们在打牛排比过桥。然后匆匆被明明补了，那很伤。幻神也掉了，哦，在找这个人，已这应经该听发到现了。了，已经发现了。啊，老马。哦，Pero 这边是被两边捕鱼，有悟空，有 SMS 的两边的枪线。那个，好，偷偷摸的过往回来来，了，哎呦，要出事了！哎，前补，捏这雷，又打一枪头，哇，高鑫是这一的，波的出手很果断，而且他直这接颗雷将的这个话，给补掉，就注定了就是你补不了枪也扶不了人。没有，那小心。FM 是踩雷了，FM 跟 MCG 季后赛的第 N 次相遇。啊，他们走的这个方向是都是右下角，龙洞拳把 Summer 给移了，是的，并且补了。
右边其实是有空间的，但是两支队伍正好是阴差阳错碰到了一起，这个真的是很神奇。CHF4M 在明，然后 MCG 在暗，他不出 MCG 是他人的位置，这边又是一个开脸上的坦克，非常快速的一梭子，古人拿分，那这样的话他自己位置也暴露了，你古人的话就叫付出这样的代价，两败俱伤的话 New Happy 可能会过来得力，主要是 New Happy 现在腿过来速度实在太慢， FCY 打了17、实际有可能是在做转移的时候 FCY 直接断了其后路战场，而且也应该也知道了旁边还有残边的事实，他只要占据更好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因为其实左边有很多地方它是比较平的。是的，但其实左边我们看到空间是很多的，比如说刚才打架那个木屋巨幅已经放掉了，巨幅拿了海边的防守，这把巨幅目前的概率是最高的啊，牛海比开始得分了，完盆直接被楠楠打掉啊， MCG也是想好了在圈边换分，这也就是说刚才 4M 如果要不是跟 MCG 这波打起来的话，就 New Happy 会被 MCG 卡得很惨，结果现在 MCG 成了被加了一方。是的，MCG 就太多啊，这里 SMS 开始补一个空姐，这个我们刚才说的75在那边做一个支点，但75已经没了，是的，顺便烤鱼还找到了一个旁边的灵树，灵树本来是跟他们一起在岸边的，那这样的话 SMS 换完身他们自己也没了，因为SMS 是游不过去的，我觉得这个位置五分可以了，我这四分以上都很了不起，这边已经换分率了，BT 有两辆车冲过来，这是75吧这个位置，烤鱼击倒了队友，这个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他这是过不来的，过不来的，是的，但这个时候的话是不是可以帮自己队友稍微架个枪呢，我觉得兄弟很威啊，自己玩啊，就只能是靠自己玩了，好像还不知道信息，那看到 FTY 的一个背身，但他这时候如果是掉线的话那就当我没事，我 M 现在也是趴着边缘，我看 NewHappy 这个迹象 要往他脸上走了，他就在等 NewHappy 这两个兄弟，CT 扎了一波， CG 其实也就两个人，哎，守住了，是的，而且外面有人在抽，刚才好像有个头还被 K 掉了，场上只有巨幅和 RBS 两个有防区的队伍是满编，然后刚说完巨幅就倒一个，但很谨慎，敌方出枪直接被反倒，基本上没有对 NewHappy 造成什么影响，这波甚至周品言这个血量也是撑得挺极限，插一枪就倒了，外面好像有两个小车啊，你、这个、看他这个样子看到了一个过点三倍镜，非常的经典，这个位置还是扔投掷物的时候差一点点被击倒，一波雷过来精准补掉，这个 NewHappy 看到 RBS 过来真的是心中大喜啊，心中大喜，我这里居然有人想过来主动换分，对吧，对于这种圈外的队伍来讲他是巴不得跟你打贴脸的，这种换分的效率是最高，一下子柳暗花明，是的，就一下子防区还是有一点可以抽到的角度，不顶拖不住啊，顶掉一个血量有优势的，哎，这波换弹无比了，是个换弹，哦、哎，但是他被打的不是他，哦，漂亮，一穿三，是的，这新别刚倒是个换弹，把人的这个心窝子。CT 这个位置也是不带圈了，他看能不能混到树旁边，趴一趴。巨幅这个位置现在是不可能有人来撞，这吃鸡可能还是要看像巨幅啊这种 RBS FTY 最后的一个。看谁能够活到最后了，你像什么 CT 架天路这把吃鸡是不太可能了，真的效果，兄弟们冲啊，齐避雷，哇，这是大力出奇迹，近点还有一个，毕竟人多，哎，正好在捏雷收火雷吧，啊，小哎小童起草了，并且一梭子补了，啊，还是近点人要多一个，哎，不要来了，也来，兄弟们一起来换，兄弟们一起来，一
样的剧本，就看这个样子 FC 扮演了刚才 RBS 的角色，但是屁股后面有人，罗斯哥一撕，巨幅直接拉上来了，这应该是完全不给机会的。萨萨还在劝，在疯狂的 K 头，巨幅那关系不大呀，你们别护送啊，他在 K， 他在 K， 谁说我关系不大的，我先 K 两个啊，是是是，四打一打一打一，三个独狼，三个独狼，这三个独狼应该多活一名就很关键，鱼人多拿两分。这天路铁第二，天路这是厕所，再捏了。对啊，这铁用雷，这雷这还不用，都是两个独狼，你还不用雷，哎、你还是想什么？哎，萨萨打倒了小灰灰，能不能 K 一个头？补不了，他补不了。圈并没有超过巨幅，但是至少我第八的位置还是稳的。没给分是吧？没给分，没给分，因为他跟巨幅是直接竞争者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的，那也是恭喜巨幅一上来七个淘汰吃鸡啊，为自己垫下了一个非常重。